那他做那个网络直播，有请问过张楚老师，支持男生张楚老师哦，说可以直播呢，可以直播，可以直播。哦，前人都来了，前人都到场了，前人来了，前人到场了，关心啊，支持男神张楚老师，来大教授嘛，来到神元山庄一游山。哦，哇，张老师来了，张老师来了，已经请示过了，可以直播，可以直播啊，可以直播，从那个 Google 操作画面进去，然后按那个摄影机画面，然后要按直播，啊，选直播，你直播有个困难就是，那老师都先叫我们。看一看你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在这个输入哈就很费时间了。你看按这么多下按不出去，因为这个手机怕会滑掉哦，所以要用橡皮筋。啊，我在光是打这个字就打这么久，所以有时候就没有打那么清楚，就赶快。啊，到这里要怎么做呢？就是这里的操作，这里操作有困难。哎呀，按这里，哦，按这里才会看到画面，显示地点，你看到显示地点，按下一步，按下一步。你看，你看看呢，缺点就是都拍向里面，不是拍向外面的。按进行直播，哦，你看，即将开始直播。哦，直播中，看看有没有办法画面，画面出去，画面改换出去，来按这个图吧。哎，怎么没有办法按这个图？啊，真的嘞，真的按那个图就画面就切换到向外了。真的是按那个照片那个图，按那个拍照那个图，按这个图按下去可以向外向内，画面切换，嘿嘿，哦，好很棒。哦，全人，全人都到。呵呵。